实干者，甲之癸十二之子之亥。解释实干指的是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又叫天干。十二支指的是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又叫的支，是古代计时的标记。起势和五行一样，天干地支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但今天人们除了十二支的生肖纪年外，计时已多不用了。